递名片的老板果然是老板，打十三技能的翻页泪妖啊。老板，我就有一句话要问，为什么是我？会跟弱点土力劈高神冲突，直接上本高神爽翻天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啊，就是原来力劈跟高神冲突，而且早晚得打高神，然后但现在冲突的技能有一二三啊，三个大冲突的，所以说反而让力劈稳了一劈，对吧？啊，刚才三个啊冲突的技能啊，现在的话也都还在，这样的话力劈去了前排，后排的话我看看，后排啊法爆明思有慧根有，这些都可以当辅助书，低防御也可以忍。下本书必备的书的话是夜战啊，先来买夜战。稳，弱点掉，后排还有法爆啊啊！幸运偷袭，幸运不能打，偷袭不能打，必杀不能打，可以打本吸血啊！我在想打壁垒是不是有点早？高慧根、低慧根、名词掉一个吧。兄弟们，我今天先下了，我状态不好。以前这个宝宝，对不对？我能打到八九红再掉。连续直播，他妈的疲惫了啊，精神状态不好。现在几点？11:45啊。我去面壁思过了，老板。